绑了双马尾。你是谁？我是李多惠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怎么回事？淋雨了，淋雨了。对呀、啊，淋雨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最像话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秦，现在我人已经在棒球场了。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日，就是我们的乐天女孩辣酷天趴，期待已久，因为一年一度的女孩趴又要开始了。今天呢，很多女孩也特别早来，因为我们的彩排时间呢拉非常的早，早上九点就有第一组在彩排了。女孩们也各自准备了非常不一样的赛后表演，要来送给大家哦，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各位不能错过。请问是假发吗？是。可以一扯就掉吗？可以一扯很贵。哦，好正哦！怀念长发吗？你一剪完，没有，对，完全没有。你刚进来的时候，我记得也就只有到胸上。对对对对，很蛮好看的耶。好烦。对呀、啊，是啦。我们若彤竟然今天没有表演，这两天都没有表演，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嫌你平常表演太多了？没有，我就想说，如果有机会筹备好再给大家看。我觉得这次的女孩日表演内容非常非常丰富，是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那没关系，就有机会的话再表演给大家看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我的直播间128228。OK。女孩日没有唱歌对，没关系，我直播间平常有在唱歌，一起去若彤那边听。忘记关。喂。好吵吵。来来来，乐天女孩要开始总彩排了。今天除了是我们自己的女孩主题日之外呢，还有单曲首发。只要进场参与这次主题发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单曲首发哦。最重要的是，今天是全员到齐，各位一年一度全员到齐的日子就在今天。来来，我们要排练中场了，学姐学妹组杯头又来了，也真的是太特别，看有种田的，有种田的，你哈哈布，种田的，还有种槟榔汤的，槟榔汤。哇，蓝蓝绑了双马尾，你是谁？我是李多惠。跳舞。哎，绑了双马尾很不一样哎，自己觉得哎，真的，来来，大家来留言一下，到底喜欢蓝蓝短发还是长发呢？蓝蓝自己喜欢哪一个？我自己是喜欢短发，因为我觉得长发好麻烦哦。哦，整理起来很难，对，但是长发漂亮，短发可爱啦。多惠，你觉得蓝蓝这样漂亮吗？漂亮。喜欢吗？我喜欢。你喜欢她长发还是短发？我喜欢短发。直接拉掉。棒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吃的东西有多奢侈，我们的球迷真的是太爱我们。哇，真正的龙虾哎，太奢华了！帝王蟹，帝王蟹，这太扯了啊！这地上在吃，要不要叫野餐 ？Kira 好贴心哦，哪里来的？在地上吃也太刻苦了吧！之后竟然有人已经拿女孩趴吃太爽了，哇，赢了，还开心啊！
好开心，好爽。OK， 我已经换好了这一次的主题趴球衣，这次走粉色跟蓝色。那现在呢，女孩们就各自跑场外。那今天有签名会哦，今天签名会我们有分两组。那今天的是甜甜活力组，那明天还有另外一组哦。期待吗？这一次我们期待，我觉得这次比较没压力啊，一些舞蹈合体，然后跟一些好笑的。那今天呢，虽然没有我们的赛后表演，但是明天就有喽。今天可以先欣赏其他女孩的，期待一下。打黑，好可爱啊！谢谢，我是三十，谢谢，你三十岁，哎，我们是四十岁，来两位飞瑞青海。带来什么样的表演？什么样的表演？就是跟上次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是二点零，所以代表会更累。不是更辣，我以为更辣哎，好像有吧？有啦。其实，在彩排上，我有看到菲菲一个踢腿，然后就拉伤。对，现在脚很痛。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两个球场尺度最大。真的假的？上次已经很大了，有吗？这次。很可怕，我觉得心里啪啪的。我们在确定的时候想说会不会太露？我瞬间就有种期待感。可是我刚刚看其他人衣服也蛮露的。可能我们比较保守一点，因为我们比较高，我们露出来的肉色比较多。对，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我们比较长。那各位，赛后演出一定要留下来看喽！期待。除赛后表演的学妹组，这一次的表演是带来什么样的赛后表演？这一次带来的是蔡依林的经典主曲。我还以为只会知道一些 Twice 啊。可见蔡依林还是我们的天后。那你们练了多久？快一个月。我们9月12日第一次练。哦，那还蛮早的。对，我们很早就排，因为我们想要。我听说于翰进步超多。他进步超多的。在季初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给他一个功课，就是回去要练一些律动啊、拉筋等动作。有进步，我也非常期待，就是这次学妹带来赛后演出啦，加油！ My God， 吹帆布了！哇，女孩趴第一天就盖帆布，遇水则发，好可爱的 Lisa， 人家是蓝 Lisa， 你是蓝 Lisa。My God， 现在下大雨，我们的猴子都穿雨衣了，看一下啊。希望可以顺利开打。哇，这是谁？这羽绒羽绒竟然都来到我们全员主场。今天是特别来看谁？都会。哦，来看都会的。本人更漂亮。本人更漂亮，而且刚刚他已经跟他合照了。他之前就已经跟我说他很想要跟都会合照了。今天老师帮你达成心愿。哇，这是这一次 EP 的里面附的写真。哇，翻个几页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闻香一下。哦，梦洁，熊妮 ，Kira， 骆头，啊，大黑，嘿嘿，哈哈，蓝蓝，两只眼睛长一样你可以教一下怎么扎眼吗？我想听我那个脸了。还有好消息，收帆布了，球赛可以继续开打。虽然外面下着雨，但是我们要开场了，加油！单曲首发 live 现场 ，Go！
感动的，尤其是在雨中跳，我觉得半累的感觉，尽力做到最好。没错，哇，我们在毛毛雨的时刻开打。都下雨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遇水则发吗？开低一点，我们发了三年呢，可以发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、啊、我表演完吧。你们刚刚说了什么？发水了，哟吼！躺着玩，坐着玩，趴着玩，还是好人好玩。祝生日快乐！来给大家看一下女孩日的限量周边，真的我超喜欢的，我觉得这次的质感还蛮好的，真的超大的人，真的，哎，这个真的质感超好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地女孩的 logo， 没错。然后我们这次的东西还有这个，跟我们同款的球衣，没错，可爱的，还有一个我们的签名，后面你以为没有，
还有照片，这是很用心，超级用心。一元金，就是每年必须收，没错，这是必须收藏。甚至哇，好可爱哦！哎，质感很好，可以，我非常喜欢这个，质感很好。哇，好故事美乐，女孩趴结束了，没有跳到。哇，太可惜了，因为现在雨真的下太大了，所以今天就延赛了。明天呢，我们还有一天乐天女孩的主题日辣酷甜趴，所以大家还是不要错过咯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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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